七夕怎么一天没见就歧视了呀？一天没见七七就歧视了。对呀、跑哪里野心消费去了？昨天打电话了多久？打电话，欢迎大志。软饭宝宝一个虎牙一号。我今天睡得有点懵，我忘记粘假睫毛了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说怎么眼睛有点怪怪的，原来是忘记粘假睫毛了。看老头儿，眼睛七七的叔叔，么么哒哦，帮你开个张吧，好呢，七七，终于开张了，今天的开心是七宝给的。今天的开心是七宝给的，你人真好。哎呦妈呀！干嘛抬人家？够了。知足常乐，七七最好。给人家烤伤了，你还阳光宝宝，还给人大哥烤伤了你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彤彤好，所以七七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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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火龙果？哪里来的火龙果？神经。咋跟雪糕似的？因为想被哥哥吃掉，想被哥哥吃一口啊！是哦，迷了3、4年了，别这样。
搞得我好像很老的样子。什么西瓜还没吃？西瓜还没发，发的话过来给你削呗。真的假的？什么西瓜啊？别这样，搞得我好像30岁了，亲戚。你应该说我是个新人主播。哦，就在桶哥那里做的，不是可乐来发吗？哦。是啊，我们都是新人主播。这是什么词？这叫做斑点狗。有见过斑点狗吗？天奶糖，西班牙的骑士。感谢奶糖叔叔。好吃。火龙果丝。没有。我觉得它太白了，我买的时候它写的是肉色的，结果没想到这样。是的，这是新开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呀，挺有那种特别的感觉。欢迎彩驴宝宝，就有那种特别的感觉，就是特别的怪异的感觉。哼哼。小母牛啊，小母牛。这么晚才来呀？对呀。心里难过，本来我很不想播的，因为心里太难过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有多难过吗？欢迎不觉宝宝。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？昨天直接封了1个小时，然后就进去小黑屋里面了，啥都还没干。我先哭一个，你替我哭了，那我就不哭了。买的房子还是租的？租的呀，我配买房子吗？什么时候能有点存款呢？Press for the children，Green。
租的想想你房租，买的就想想房贷是吧？然后就有动力播了，是不是？不用了，我现在每天都很焦虑。算了，不要说这种。老头儿，你是我的老头儿吗？你会帮我买吗？长情。你是我的老头儿吗？想想哭得更大声了。对呀，七七，哎，想想房了房租，想想哭得更大声了。哦，心里在滴血，要吐血，还想一想那个。No one will be sleeping on the night of Christmas Eve. Santa's on his way. 好难忘。Children, be from。算了，开始睡觉吧。今天本来播的也够晚了，然后还不想聊天，不是不想聊天了，就聊多了，聊多了又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刚收到消息，什么消息啊？什么消息啊？就喜欢听我说情话，是吗？想要听我说什么情话？想要听我？对你勾勾手指吗？今天的腿看起来就不细了，看起来还粗粗的，是不是跟你们有的一拼啊？这个怎么显得腿胖啊？这个，什么东西在说些什么？给些胖胖的说说啊，记得订阅一下，带着红色管子的，我是一个小虎牙哦。订阅一下小助理好吗？点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订阅了，他会找你的。谢谢胖胖。我邻居要是知道的话，高低要给我来一根虎牙一号。我邻居要是知道的话，高低要给我来一根虎牙一号。谢胖胖的书。妈的，穿丝的时候说要。
要穿吗？广要穿不穿丝？说要穿丝，穿丝了他妈又说要关腿，那一天天的给你选上了，真的是，妈的爱看不看？你一脚就出，一脚我就伸到你嘴里面给你炫。给你选上，感谢七七说的两个样子是臭死他，真是现在都不弄双麦克风吗？这段时间不弄，我最近用这个麦克风。萝莉音吗？我的声音像萝莉音吗？难道不应该是御姐音吗？是温柔的声音。彤彤也不知道自己声音是什么声音，但估计，以我的了解还是很好听的。胖胖，你订阅小虎牙了吗？我声音是少女音，不应该是带点玉的吗？不玉啊，很甜。哪里不玉了？告诉我。我觉得就很玉啊。哪里不遇？睡不着，睡不着的话，就来宠爱妾身吧。当然有了小弟，魔法书。里面有一本魔法书解锁，老头的视角。今天这个妆很年轻，是因为我忘记贴假睫毛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刚开播，然后我发现，我怎么眼睛淡淡的？然后进去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发现，我没有贴假睫毛。算了，然后就懒了，因为我坐在这里我就懒了，就不想去贴了。对啊，这是波点丝袜。有意思的当然不在这里了，这里有什么好看的？好看的都在魔法书里，懂的都知道。推荐一下魔法书还是虎牙一号呢？要是不想送魔法书的话，可以送
虎牙一号。我才刚开播呢，你没看到我的开播时间吗？20分钟，才刚开始助眠你就走进来了。所以今天要不抽奖了，给我测测魔法书吧。迟到了是吧？我今天睡懵逼了，真的太困了，因为这两天焦虑的都睡不着。昨天直接被踢下去1.5小时，妈的，心态都崩了。这个袜子好看吗？那伸到你的嘴里，炫一炫。惨绿宝宝不喜欢斑点狗，可是今天是小母狗，你真的不喜欢这个母狗的皮肤吗？哎，又出了，你看，又出了，一些奶茶松出的时空幻境又中了。惨绿宝宝不喜欢斑点狗吗？可爱的小狗狗，中了中了，今天又中。我啥都还没有干呢，还是喜欢黑的哦。明天给你穿吧，今天就懒得脱了。你知道脱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今天就先忍耐一下斑点狗狗吧。前天的好看，前天好像是那个紫色的对吗？紫色的，今天没有技术流。对，那你还不用一颗虎牙一号来安排我？那你还不快点？为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事情？不要去做别的事情，在这里陪着我好吗？要不去魔法书里做吧。
这样，这么好看，这么有含金量的魔法书。要是想我换的话，就奖励人家一个回癌一号，这可不是一本书的事呢，你不知道吗？偷偷换换很麻烦的。啊，感谢慕容哥哥的两个超级孔明灯，这是。哇，抽到的吗？哇，谢谢慕容锤子哥哥。押宝中的。都塞到彤彤的嘴里了吗？那彤彤可要认真的吃一下了。你记得订阅一下小助理哦，锤子哥哥。记得订阅一下小助理。公屏上带着红色管子的我是一个小虎牙，他会找你的，他会带着彤彤的爱找到你。锤子哥，你的锤子有多大？有没有彤彤的雷这么大？一锤子往脸上打，会不会无法呼吸呢？这是一个新赛道，这个赛道的名字叫做流量密码。干嘛？你笑什么？讨厌！不要害羞嘛，脸都红了。让我来看看你的锤子，好好的端详一下。阿胖啊，你看我在播什么？用你的小脑袋瓜子动动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什么？生怕别人听不到吗？傻瓜！没吃，对，我今天起晚了。一脸懵逼，我不是没化妆，我是太匆忙了，然后就是
假睫毛都忘带了。粉丝拍走一走啊，看人家这么走了，不是看人家这么久了，连个牌子都没有。在你心目中，不能再有一个房间吗？新房，新房，新房，新房。好的，知道。都说新房，新房，心里不是有很多个房间吗？为什么有一个不能是我的？将就着看一下吧。今天是小奶牛，给小灰羊的粉丝牌。看这么久了，连牌子都没有，真没用。哦，对，队友是斑点狗。啊，对对对，说错了，说错了。锤子哥，你睡了吗？今天陪我到三点好不好？斑点公司，再看两分钟，怕你顶不住啊！什么啊？你洗澡了吗？躺好了没有？才不会呢！彤彤会喂你吃上好的牛奶，还有补药。还会包，生蚝，韭菜，羊蛋汤给你喝，才不会呢，全是顶顶的，补身体的好东西。
魔法书解锁，魔法书点播，余生泡泡。风琴，难道咱们不是一直在谈着吗？人家可是要跟你谈情说爱到3点钟的女人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伤心了，罚你给一本书出来哄我。把魔法书塞到我的嘴里。这里的镜头，这里的摄像头不高，WL。真的，什么时候骗过？上哪里来的小丑？你说换就换啊。你的魔法书就能点播。要是不想喂彤彤魔法书的话，可以喂一个穿天猴，一个虎牙一号，用虎牙一号塞进彤彤的嘴里，让今晚彤彤吃饱了，就有力气播到3点钟。
但是点不老头视角了。难道你不想吃独食吗？给些风铃哥哥的叔叔。别靠我这么近，风铃宝宝，不要，不可以，会把我的手弄脏的。风铃宝宝记得，风铃宝宝送了叔叔的宝宝，记得看一下这里。公屏上走的带着红色管子的，我是一个小灰鸭，点一下，点一下订阅，它会主动找你哦，然后就可以去吃独食了。知道什么是吃独食吗？在这里能表演什么呀？告诉我在这里能表演什么？聪明的宝宝虎牙一号都已经送上来了。懂什么？这叫惊雷特效。过了今天，说不定雷就要缩水了。你懂什么？有惊雷特效，还不好好看着？情调都没有，适当的伪装是必要的。给你看，还这么啰嗦，难怪你到现在都是单身的。
得不到的都是丑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说说你，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真的假的，你都摸不到，还不如实际点，动动手，舒服一下，才是正经事儿。谢谢小点点，我谢一点点，谢点点宝宝的魔法书。谢谢点点宝宝的叔叔，谢谢宝宝的叔叔。姐姐后面来，感谢替代宝宝的叔叔。记得找一下，你知道的，我去进货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去进货了。再见，宝宝。这样子帮你好吗？我不想要跟你对视，我怕你控制不住，一不小心太用力了，你就索然无味了。谢谢小懒哥哥的叔叔，那是想要彤彤动一下吗？让彤彤来动。这样哥哥会舒服一些吗？
歉意。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。这算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小玩笑在后面。这不大好吧？后面有什么好待的？快来吧。感谢夏兰哥哥。时刻小心着，夏兰哥哥可以订阅一下公屏上带着红色罐子的小助理哦，订阅一下，我是一颗小虎牙。谢我三四，哦，感谢我七七。这种事情想想就好了，一万 baby。嗯，想一想，有助于身体健康。嗯，我啥都没有干啊，某某。没有，我微博都很少发的。你适合去对抗路，埋头猛干，知道吗？2122，天天来我中路干什么？中路的兵线是你能吃的吗？是个男人，就给我埋头猛干。
再乱说话，我就用我的惊雷闷死你。感谢小婉哥哥的叔叔，谢谢春妮哥哥的叔叔。干嘛？这么多人？全部都给哥哥吃掉。这个可不能点播呢，陈妮哥哥。这是虎牙一号点播的，如果你真的想看，可以虎牙一号让我去换。都穿棉裤了。春妮哥哥，记得公屏上找到带着红色管子的我是一个小虎牙，点一下他的订阅，把他的订阅点了，他会带你去观看更加美丽的彤彤，知道了吗？小婉哥，说好的蹭蹭不进去呢，你这都怼到我脸上来了，人家会害羞的。要不要摸一下？还是说想要听一下声音？这声音一听就知道有多舒服。想要倒计时早说，满足你，小婉宝宝。那我要开始了。不过话说，会不会太早了？倒计时。九八
准备好了吗？把叔叔都塞进彤彤的嘴里。全部都给我。家的小嘴巴都张开了，怎么还没有哥哥把草莓味的魔法书塞到人家的小嘴巴里呢？就喂一口吧，小群群都飘起来了。感谢老公初初，谢初初的。一本叔叔真的很好吃。叔叔的哥哥，记得我需要吗？我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哥哥。只要哥哥能把魔法书喂到我的嘴里，我就能一直兴奋着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魔法书，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送的。
每天限量销售，都3天中。过了3点，就没有这个村；过了3点，就没有这个庙了。当然了，236314，323YY。有的小刘，你要的里面都有。有的，一本魔法书也可以点播。看海兄弟，知道吗？彤彤这里主打一个量大齐全，不会后悔的。谢看海哥哥的叔叔，那我要来了哟。准备好了吗？看海兄弟，谢谢小汽水，彤彤现在很忙，汽水宝宝要等一下，马上了，汽水宝宝，4、3。汽水宝宝，汽水宝宝摸摸它，汽水宝宝那个，记得
记得点一下。记得找一下珍妮，带着红色管子的，我是一个小虎牙，点一下他的订阅，尽情等待，他会主动找你哦，记得点订阅。你还想要什么？我看你就是想要吃屁，还就这？我看你就是想吃屁，来，姐姐喂你吃口屁吧，好吃吗？不好看就不好看，不好看就别看，又是要在这里看，不好看不走吗？嗯，又非得在这里看，送一本不就知道了？时光倒流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3点钟就下班了，到时候想送都来不及了。你说会有什么呢？适用于每一个中国宝宝。